我有一个个案是一个太太，她是她跟她先生婚姻维持的不错，可是我们有一次开这种性爱班的时候，在分享的时候，她就说，她说其实她先生并不是让她很满足，可她先生是很有责任感，是个好爸爸、好儿子、好女婿，什么都好的对吧？啊，刚刚呢，就是说在那方面不是对她能够让她那么满足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现在也试着想办法要让他满足，但他就说，哎，就是不到点，啊呢，啊他说只有他自己知道怎样才会爽的，现在光他丑陋的安乐在送的这样，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婚姻他要，啊也他也不太强求。这个男生，我想说他拍球的时候才有话，这个男生哦，就好像在打棒球一样，每一次都很用力挥，但是都没有打到安打。对对对，他也很用心啊。哎，啊，就是说有时候只要一垒就好了，有时候偶尔也会有满足了，就是不是完全没有了。然后呢，打击率不高了。哎啊，大家就问他说：“那为什么你还要维持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，他就刚刚就分析了嘛，他觉得各方面都很好，要再找这样的男人也不容易哈。”然后他就觉得说。我们就问他，他就跟大家分享嘛，他就说啊，那你怎么找到你自己的那个高潮的点这样子？他就说太简单了。他说呢，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我要什么，可是当我做完那件事情，我是不是那么满足的？可是我就去洗澡，然后呢，以前就是用那个脸盆或者是 hose， 他就用强力的水，然后去冲他自己的阴蒂的地方，他就得到。很满足，因为那快感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就解决了。所以我说，不是只有男人他在性方面有他的隐私或癖，其实女性只是她因为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或者她认为说啊，反正这种事情大家都差不多吧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反正就这样子。那事实上，在刚刚那个，所以结论是莲蓬头多重要，力道要够。那我老师都讲是后束功啊，拢会使啦，拢会使啊。你下倒一种，你家吹就对啦。你看我填了偌斤重了，至少不是浇花的啦。对，认真上课。那个宏宇刚刚有说，就是说有那个性的治疗师，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有两万多个个案。就是大家在这个开放性开放，这个两性平权，然后这个婚姻自由，然后这个性开放的时代里面，大家觉得我不必再受委屈，啊，或者就是说我需要满足我自己，我也需要去满足别人的时候，我愿意借专家或者借其他人的来让我自己，就是变成，应该不是说正常化，就是让我能够。拿到自己的那个性满足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想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找治疗师还是很重要。那很健康的，那不是色情。对对对，是。